大家好，我是 Jenny， 今天来分享一个超级简单的蒙氏概念家庭活动——地板画。我们需要在家自己 DIY 天然颜料。材料呢，你需要准备这个是一个 cup 的玉米淀粉，一个小碗，然后四分之三 cup 的水、染色剂，然后再来是一个塑料的几瓶。材料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先把玉米淀粉呢放到这个碗里面，把所有的玉米淀粉，然后呢再放水，要充分的去搅拌。我们可以拿筷子来搅拌一下。搅拌均匀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滴入植物染色剂，然后再拿筷子再搅拌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把都已经搅拌好的这些颜料哈倒入到这个量杯里面。我准备了一个漏斗，这样的话我可以把颜料呢倒到几瓶里面去。好，那我就这样就已经倒满了。